今天我突然发现啊，我这颗枣石啊，上面怎么凸了一块啊？当我细看的时候啊，发现上面有好多这种小的黑壳虾啊。哎，是不是前两天啊，我拍的那个黑壳虾啊，抱卵的已经孵化出来了呀？然后我又细找了一下啊，发现底下确实有好多小虾苗，看到没有？之前呢，有谁说啊，这个黑壳虾的小虾苗在原缸里面孵化不出来的，会被大鱼给吃掉的。来，给你们再看一下这边，看这一只只小虾苗，嘿，怎么突然长这么大了呀？上周我还看着还抱着卵呢。你这成长速度也太快了吧，就靠薅我这个枣石上面的枣吃啊。我这颗石头啊都快被我养成活石了啊，从一开始的光秃秃养到现在，你看这上面一层一层厚厚的枣啊，挺好看的，而且还会呼吸，看到没有，上面好多小气泡啊，都是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啊然后产生的氧气泡啊。你还别不信啊，这个石头真的是为我这个缸啊带来了很好的这净化水质的效果呀，还有增氧效果，是吧？还有这小鱼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搞出来了呀，真的是有些缸啊，一段时间不看它的话，它就总能给你惊喜啊。我这个缸应该算是老缸了吧，一年多了啊，这个井，只不过呢，之前啊，这前面种的是那个高珍珠啊，然后挡住了后面的光啊，前两个月呢，我把它改种成这种牛毛草了，现在这个井啊，又稍微好看一点了，是吧？